做一个自我介绍。好，我叫郭麒麟。对，郭德纲先生是我的父亲。嗯、没错。于谦先生呢、嗯，是我的师父。哎，别胡说啊！太激动了。对对，自己人知道就完了。嗯、今天我们爷俩给大伙儿演这么一段。我得问你们、嗯，怎么该你了？不是说小月吗？您还不知道呢。清秀不少啊！啊，岳云鹏出事儿了。上一期我听说他在这儿拿了一个第一名，就因为这事儿。嗯，膨胀了，目中无人，欺侮师长。哎呦，所以说公司高层开会决定什么呀？开除。什么？开了。哎，不是你们讲理不讲理啊？嗯，岳云鹏。对呀、啊，德云社现在最优秀、最火的演员。啊，你们说开除就开除。开了，哎，那个没有波及到我吧？这点您放心，把心放在盆骨里头。啊，对，我怎么撞的车？这是跟您没关系。我还告诉您，以后咱们爷俩合作了，我接替岳云鹏作为咱们欢乐喜剧人德云社的竞演演员，而且来说，以后我不单单是郭麒麟了，那你是？我还多了一个称号。什么称号啊？我就是德云一哥。哎，来了！可以，谢谢。哪里就一哥了？你干嘛来了？走，回去。跟谁说话呢？你敢推我是不是？跟谁说话呢？你停！行，别动手，别动手。这都什么脾气？这都，别废话，我才是德云一哥呢，我红啊我。妈是有点膨胀了吧？对不对？就这么哪儿就德云一哥了？你有点亢奋了，你等着。哎，就这模样，这德云一哥、啊，这么着，公平起见，咱们这是争德云一哥怎么样？你们俩。哎，我做裁判，我出题目，你们争这个，还用争吗？谁怕他呀？我想想，嗯，你放心啊。怎么？我向着你，嗯。你放心，没问题啊，就这样。现在讲究这个，那小孩你给我坐好。你说人孩子干什么？拦不住我了，我膨胀了，是吗？我看你快自爆了，知道吗？那个是你妈妈吗？那比她还小呢，我看着。你妈妈长得还行。哎，咱先说这一哥，赶紧比。哎，现在讲究全民看脸，什么意思啊？拼颜值。哎，靠颜值来争一哥。对了，论颜值，各位怎么样啊？认为我颜值高的，鼓掌。认为他颜值高的，点头。你看，从效果上都不行了。废话，点头哪有掌声啊？就那个小孩配合你。嗯，你呢？哎，怎么他是雌雄同体是怎么着？他这玩意儿，你怎么才知道你？你这出的什么题呀？这是再出一标准。你得来点那帮着我的那个，向着你的。对，向着我的。第三项咱们比出身。你先来。我的出身。你的出身。完美。你的出身。我的出身。观众就是我的父母。这都是我的父母，包括那小孩。爸爸您坐下吧，坐好了啊。不是谁？这我也会这句，我忘说了。你看不是这怎么这么阴险呢？我告诉你，这来跟我比呀。心肠这么坏呢？这是比呀。您过来，过来，不是你行，不是过来，没有你这么玩的，对不对？跟谁玩？你跟谁玩呢？这是比赛吗？这我叱咤江湖，我多少年了？你跟我玩？你啊，来，那我听听，你怎么着？跟我比，你有什么？德云一哥，首先你得给德云社做过贡献吧？你做过什么贡献？我做过什么贡献？两道真秀都有我。
煎饼侠石起义分你了吗？你说这干嘛呀？反正他有我，我为公司赚钱，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我爸不是郭德纲。你看你刚才岳云鹏往这一站，说什么呀？啊，说的是过去。过去对多新真人秀啊，拍电影对上春晚，那不都是过去的事儿吗？明年还拍呢，明年都未准有你。咱们看看现在，作为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啊、能力。来比啊！哎，我别的我不说，岳云鹏，我就问你，你最擅长的是什么？我最擅长的，嗯，吃不是那个，你还强得过我？我输了，我输了，我输了。我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您是祖宗好不好？甭来这套，我喜欢唱，你喜欢，我唱得好。我是不是起高了？你看看你看，是不是？这歌也过去时了。情人节了，我给大伙唱一个。可以，这样啊，岳云鹏，稍等，稍等，别着急。你不是要给大伙唱首歌吗？嗯。咱就以此为题，你唱一个，我唱一个，好啊。咱俩比一比，比一比。你先来，看谁观众给的掌声多，行吗？来吧，来来。你行吗？多新鲜，我行。我一直就没唱，我要唱还能有他？你真行啊！当然了，行。我师父唱的好着呢。这孩子，你给我好好坐着啊。好吗，爸爸？那是我父母，衣食父母。不许唱五环啊！不唱五环，唱什么五环？最浪漫的是情人节了啊！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咱要是拍不上，咱就别拍了。就别挑这毛病了，你。尤其是头一排大姐，这都什么人呢？这拍不上就不要拍了啊！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让他唱完，丢人是丢他的。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他说最爱我的唇。怎么样？不怎么样。您这歌不怎么样啊？你是怎么精神分裂呀、啊？你是怎么着？你这个就这吧，就这吧，俩歌倒着唱，你这个跟我争德云一哥门都没有。你这比不得是二哥，你这神经病。你行不行？我太行了。现在咱就这么说啊，姑娘们的梦中情人是谁？是谁啊？当然是我呀，当然是我了。你那你就作吧，嗯。不是谁呀、啊？我就没明白。甭听他捣乱啊！现在来说，包括我都喜欢这么一位歌手。你的情人谁？周杰伦。周杰伦的歌？不是，周杰伦什么歌啊？唱的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叫《爱在西元前》。周杰伦啊。跟他比完奔波了很多了比发电是在黑色的深入夜色夜深夜几百多年几次次几次次不见谁的从前就在你身边就近我的后面就在死你的我操你你也是压抑挺长时间了可能是不是您这周杰伦唱的比你好多了谢谢大家给自己唱哭了，感情知道吗？好，投入感情，这不算什么。唱歌那是学真正有能耐的啊。什么贯口你行吗？贯口那我更擅长了。基本功你行吗？你行不行？我给你来一个。你来什么兄弟？报菜名。还报菜名？我敢报菜名，你敢吗？菜名不让你报，敢让我报？我还敢报宋丹丹的，你说这玩意儿用啊你？别闹！报菜名，不论到什么时间，多大岁数，张嘴就来。你来啊，听着啊，打头来。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哎，宫保鸡丁，鱼香肉丝，水煮鱼，水煮肉，一盆米饭，我够了。怎么样？怎么样？哎，这嘴里这个溜嗖啊，
哎，你不能胡背啊！谁胡背了？这里面哪有米饭？对，水煮鱼、水煮肉也没有啊！不，这你背错了，知道吗？谁背错？基本功都不行，压根儿没下过功夫。哎，你行吗？我打六岁开始背报菜名。嚯！我背后边最精彩、最快的哪儿？红丸子、白丸子。哦，入这丸子这块打这儿开始背，还得快，还得说得清楚，大伙儿听着就跟看的菜一样漂亮。来这个，嗯，我请您吃，嗯，红丸子，好，白丸子、绿丸子、长丸子、南煎丸子、木鱼丸子、三叶丸子、四叶丸子、天叶丸子、玉丸子、鸽子丸子、豆丸子、醋丸子、一只肉熊、牛肉丸子，带感情的报菜，背个贯口能把自己背哭了，人家投入感情了，什么投入感情？还有什么能耐压箱底的有没有？背周杰伦去就不行了，有没有？真正演员压箱底儿的什么呀？说相声的啊，有逗哏有捧哏，对两个我行啊，我压箱底儿的，你什么？我捧哏的，你别闹，你有箱子，我看得起你，让你捧哏，什么意思？我最好的就是捧哏，Number One。来，不是，来，我就说，投资这份事我不是人性这样。来，您过来，人性太……等会儿吧，岳哥，你回光返照是怎么着？你会捧哏，对，好。今儿我让你捧一回，好，我逗你捧，行不行？好，我看看你会不会，看谁有能耐。你看你过来，来三分逗，七分捧，让大伙儿看看，都在我这儿。你来，过来。那个说清，你玩去啊，说清楚来。那个，我是不是是，那都是后话了 啊。今儿我跟你说一段啊，今天呢，我们俩人大伙，相声，我叫，你有病啊？是怎么着的？我吃药了，不是哎。您等会儿吧，你别扶着桌子了，这都我们家东西，你知道吗？我就扶了，我也扶。我告诉你，岳云鹏，哎，你什么意思你？你什么意思？打刚才我一上来，你跟这儿各种拆我台，是不是？对了，你想干嘛呀？你想干嘛呀？我疯了，容不下我了，我膨胀了。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星二代，你知道吗？星二代有自己说的吗？上大劲儿，大哥，我星二代。岳云鹏节奏真好，要脸不要脸？没挨过星二代打是怎么着的？哎，对了，别动手！哎，今儿我抽你，你信不信？来，你别拦着啊！别怎么着？不是你们家干嘛呀？这么些观众500人呢，这丢不丢人呢？不丢人，习惯就好了。干嘛呢？俩人这都是年轻演员，都能独挡一面。独挡一面，我能独挡三面。因为你脸大。他有病，你让着他。这俩人干嘛呢？就争着德云一哥，你争着玩有什么用？你当一哥，你也当一哥，你们俩说话算吗？上面不是还有一个呢？你们俩缺心眼啊！青年才俊知道吗？俩人拧成一股绳，把上面那个……你们俩以后就说话就……啊，说的有道理。你来，年轻，我告诉你，兄弟，我跟你说啊，怎么了哥？孙越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觉得太对了，没错。咱俩再怎么争，一哥二哥那都没有用。对，上面你有爸爸，嗯，上面我有师傅，啊，他不完蛋，咱俩永远站不起来。虽然说我不应该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对不对？对，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没错，身体还挺棒，我的天哪！我也难过。想明白了，想个办法，咱给他弄下去。那哥，咱们合作，走，合作。我就想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被爱？行。